再来关心地方，高雄中华四路一间酒吧着火，造成三个消防员受伤。消防局对外讲是因为温度高，身体不爽快。不过刷团讲有一个消防员插讲，一个气化验，外界就咧质疑这消防局暗藏事实。消防局长到病院看受伤的消防人员，因为手、大腿烫伤，入院观察。而到中昼，高雄中华四路巷仔内底一间酒馆发生火警，有三个消防员到场拍火搜救的时阵，因为高温受伤。但事后却传出消防局疑似砍消息，但对外讲消防人员身体无爽快，意识清楚，但其中一个人插管治疗，另外一个肺部发炎。医生的处置，他们也是要做一个预防性的评估，所以只是向他做，他当时都非常的意识清楚，走到急诊。那我们就是医生就立即用那个预防性的插管，让他预防性的插管，让他做后续的处置这样子。经过了解，王姓消防员阿妈棍手烫伤，并预防性插管，目前伫家护病房。叶姓消防员是手甲大腿分别有一刀到两刀的小烫伤，陈姓消防员是回去堆了后，才雄雄感觉身体无爽快，去病院发现肺部发炎，但目前无法度判断是火场还是自身的慢性疾病造成。入室的时候，那突然间在一楼那边有火势，有火势之后，如果他那个高温，他们拿那当时的指挥官，就马上喊，赶快全面撤退。然后我们在撤退的时候，可能他当时的火场的温度很高，可能受到一些热的烫伤。经过火调，确认起火点在一楼，消防员动车时是向二楼甲三楼搜救，但因为三个人的防护衫拢无破损，加上三个人拢未记得是搜救过程，还是要撤出的时阵受伤。消防局表示，受伤的原因搁爱厘清，但排除是设备问题，也会全力照顾受伤的人员。记者陈环宇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